你要是不砍呐，他到了阎王爷那儿又不老实，不该他投胎，他有了投生，害得一家子和镇上都不得安宁。烧了三个礼拜了，连水都喂不进去，看来是真的没得治了。要不再等等看，等明天再砍他。等到明天哪能成啊？万一夜了断了气，再砍，这些箭步都吃上。 下回呀，还又当投生鬼来投生，砍呐，砍呐，快砍呐！哎呦，快点儿啦，砍呐，砍呐！少爷，少爷，余伟，孩子得了病，是砍砍就能好。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。 当娘的居然一点都不心疼，这实在也是没辙了呀。该吃的治，该吃的药吃，家里的钱已经花了个精光，孩子已经是不中用了，再不用老法子砍砍的话，那将来还会祸害人的。少爷，你还真成全我们娘儿俩了，干什么？还真成全我们。 孙克贤那骚驴，这次啊买这小闺女，肯定是准备纳妾了。他可不大喜嘛。孙克贤，二大，您来了。好啊，你大侄儿，捡金元宝了，出手就是两袋白面。二大，瞧你这话说的。 是两袋白面，换那么闺女，我是捡了老大便宜了。这救济救难的事儿，我是不图啥的。你儿子不都定亲了吗？你买回他去，想弄啥呀？我想给我媳妇儿添一个使唤人上。哦，这小姑娘，我买了。哎，二大，我家铁脑还没定亲呢。我兄弟铁脑那是富贵的命。 这小毛小狗都不低，这不般配呀、啊！你们说成价钱没有啊？两袋白面，哎，那掌柜的，哎，你能给多少？也是两袋白面。二大，咱总该有一个先来后到吧？你不是早就惦记着要孝敬孝敬二大吗？是是是，是该孝敬。哎，不客气，来来来，我。 哦，王志国扔米，娘，王志国扔米，来坐这儿吃。喂，这从哪儿整来个山猫野物啊？
没爹没娘的，你没教养啊！白瞎了我两袋子白面。你不是说想要个闺女吗？那我也没说要洪水边上的呀。你去看看他们那个炉棚上挂那一串串的鱼，咦，还吃那臭东西。这些人命都贱，你知道吧？咱们这太平镇的人吃不上橡树面的人，也不碰那半口鱼半口刺的腥臭鱼。 爹，贩卖人口是不对的，包办婚姻也是不对的。他即便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，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和婚姻。我们没有权利去剥夺他的自由。啥叫剥夺呀？啊，这孩子没爹没娘，只要他自己同意，那就行。怎么不是自己做主？啥叫包办婚姻呢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那是千百年的铁律。哦。 你念了几天学堂，就能造反吗？哼哼，你是我生的，你这个犊子是咋想的？我还不知道。秀梅妈妈可在屋里。秀梅来了，秀梅来了，来来来，进来坐。秀梅，别隔着辈儿叫，多生分呐！要不就跟你表舅一样，叫我二娘，啊？哎。 舅妈说，即使没了匪事，都太平了，又添了新妹妹，让我给二娘、二大道喜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你上哪儿去？给春喜看病。哥。哦，还让我带了几张纱料给妹妹做衣裳。你看，这是我前几日用切银和紫草新制的颜色，叫露桃红。成衣以后呢，用银线绣上草木。 再拢上一层云霞白纱短褂，穿上煞是好看呢。我们秀梅咋嫩巧嘞？告诉我，天上的云是不是你上的颜色呀？啊，我表哥过两天回来，舅舅能让他从省城捎上线下最时兴的吉安盐，染上纱，下水不掉色，那才叫好呢。谢谢你舅舅舅妈，赶明儿个我叫葡萄上门道谢。二大您客气了。啊，对了。 豹子头，豹哥，怎么？您这拴个女子跑马玩啊？少废话，谁是他家男人？先把阴阳白面交出来！不干，快点救我呀！不干，不干，救我！好啊，儿子吃上军粮了，果真是靠上硬家伙了。这数数红薯吃腻歪了。 想换换口味，尝尝花生米啊！那赖婆子脾气不直，你要轰就轰了吧。咱镇上和往年可不一样了，哎，老爷新整的盒子炮，那才叫好尝了，哪轮得到你来叫唤要钱要粮的呀？你给我闭嘴！
枪子不长眼啊！我这老哥这枪法可是练得好，打灯笼是一打一个准，脑瓜子更不在话下。识相的，赶紧把人放了回山里去，别逼着他把这一匣子花生米都送出来，到时候你们手上那土炮可来不及使。那咱就比比真本事，看谁先进谁。哎呀，哎，豹哥，莫急，贡品呢，都在我院里搁着呢。您放了这个女子，我替她受罚，好不好？哎，请，哎，请。哎呀，人都关在院外头了，就我一个，咱有话好说成吗？好好说。想好好说，你让你的狗日子放枪！包子头，进家来了。说完这个，你老小子可真是够仗义的啊！这些年要不是我罩着你这鸟阵，哼，早就被别的山头吃干抹净了。你还敢拿把盒子炮来对付我？摸摸自己的良心，这些年我拿的多吗？不多，不多。不多，爹来客人了，我倒茶。哎呀，这是刚娶进门的儿媳妇，不懂事儿。报告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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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我说这今年呢，光景不好，粮食打的不多，也就是够各家糊个口的。不过呢，现磨好的面呢，准备了200来斤，银洋和四季布匹也还算齐全，都在库里候着您呐。只是啊，有个事儿想跟您打个商量。要商量啥？讲。咱们能不能往后？春秋两季，我们把东西呢放在镇口老槐树下给您供着，到时候您派一辆骡车一拉就走了。您放心，您就是借我100个胆，我孙怀清也不敢糊弄您。我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嗯，好，往后就这么办。哎呦，我谢谢豹哥了。是，是。你承诺点啊！你说你背个簸箕干什么呀？我媳妇儿让烧的，家里那个老人。刚才老孙就开那几枪，砰砰砰，真把我们吓得够呛啊！闭嘴，瞎唠唠什么？我赶紧回去，还等着孙二大给你炖个狗肉补身子。叫，爸！外边总算都散了，爹。我看今天那几个毛匪啊，真不像是什么正经山大王，犯不着卖他们吧？就他们骑那几匹愣马，还一个劲儿的慌神跑底，哪像是什么身经百战的飞马？你懂个啥呀？就算是什么岔子，顶着脑袋瓜喂腔子里的饭，都不容易。逼急了，就要刺毛。哎呀！行了，坐着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早吃完早歇着。吃了饭，到了锅台上就把锅刷了，自己拾的拾的柴房，我可没工夫伺候。啊，从哪儿？哎，娘给你炸的蚕蛹，你爱吃的。哎，今儿一大早淘米家送来的。吃就吃，不凉了。哎呦，把后院的小磨坊收拾出来，朝南好住人。甭费那周章，住的久住不久还不知道呢，来路不明，阳去不正，别祸害了咱们一大家子人呐。行了，明天我们就谢残神，正好让他抢残火去，抢不着头一名，去不了会去，还回到那河滩上搭棚子去，大不了糟蹋两袋子面吧。是不
摊上那娃治的啥病？小儿热性痉挛，就是惊风了。刚才给怀怀拿了些羚羊粉，熬了钩藤汤，发了身汗，好多了。这个汉人精给我祸害的，抢残火了！就谢残神，正好让他抢残火去，抢不着头一名，去不了会去，还回到了河滩上搭盘子去。头一遭抢的这么多残火呀！娘，这下喜气大了，葡萄给你留下了吧？行，腿脚还不赖，我让王神婆算了半晌，你和葡萄的八字还合。哦，葡萄不走了，葡萄不走了，娘，葡萄不走了。啊，行了，把你那猫脸快洗洗吧。啊，葡萄，葡萄。井水里全是细菌，你这样浸泡会得破伤风的。
想留在我家，那我不留在这儿还您去哪儿？你知道，这样意味着你要失去些什么吗？你失去的是你这辈子选择的权利。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心愿，做想做的事情，见想见的人，过想过的日子。你会一辈子做别人给你安排的事儿，做别人的附属品，甚至奴隶。你想清楚这些留在这里的后果了吗？啥叫后果？ 我选活。要不是爹把我买来了，我肯定像我们村逃出来的那些人一样，不知道哪天死在哪个山旮旯了。我不想死，我要活。活下去是你要做的事情，那你就没有喜欢做的事情了。我可以把应该做的事情变成喜欢做的事情。 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就是上床睡觉，好好养你的伤口。谢你了。谢什么？你的钱，我往后还给你。那是留着给你买鞋用的。 你没洗出来啥东西啊？啥东西？一两个小钱儿，一件不值钱的小首饰。哎！你看啊，这是有人在考验你的德行，记着，千万别拿，记住了啊。 和尚这么一闹啊，我可就真的很行，把我们家宝贝儿给砍了。你说，戏里边啊，那个什么张生啊、梁山伯呀，咱这辈子是摊不上了哈。
家人秀梅命好啊，头脑识文断字的，以后过了门还不得被窝里搂着打个板当菩萨供的呀？再不济的，摊上个傻子也不赖，他不懂得疼媳妇儿吧？至少啊，也不会跟老娘合计着算计媳妇儿啊！定知道败人的赖，不理你们还装上疯了，干不完活，大家都没法回去交代。那是个啥？那是魏婆子的男生给她搭的秋千。魏婆子，以前也是我们这儿的媳妇儿，年纪轻轻就守了寡，后来呢就跟她夫家的侄子好上了，那侄子愿意为她守一辈子，可是她夫家的人不许，后来他们就躲到深山里，一躲就躲了50年，不曾下来过。那侄子怕她寂寞，就给她搭了这个秋千架子，多好的男人啊，可惜前些年病死了。病死了？不过有些人说他每逢初一还来这儿荡秋千，只是没人看见过。浅黑色的，秋天的时候要染彩色的。舅舅，我带葡萄来染房看看，一会儿再去做花生。好，好，好。也带他到处走走。平日里啊，经常过来看看，串个门啊。我去那边看看。那是在弄啥？那个呀，那个叫做上石元宝。借助700-800斤的串石，使织布表面平滑，是不是布锦绸平好染色，就看那脚下的功夫。那个就是陶缪的男人福根，上回土匪来的时候，就是他嚷着要轰了自己的媳妇儿，要不是二大出手相救，陶缪儿早就没命了。葡萄，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少勇好不好？你为啥自个儿不给他？放假回来之后，他天天不是给这家看病就是给那家看病的，连影子都撞不上。再说了，我就这点小事还特意去找他，忒造人了。哟，这就是那日在河滩上抢着要买的闺女吧？舅妈，这就是二大家的葡萄，长得还真是标致啊！难怪你舅舅没落着好事，这两天啊像丢了魂似的。舅妈，舅舅那是担忧你这几日得的风寒，哪能和葡萄说到一块儿去啊？这才几天呢，就跟妯娌姐妹更亲了。幸亏没卖到我们家，要不然的话，连我都得被你们一股脑的算计着归西去了。哎呀，真的什么话什么话，我哪敢啊！没工夫听你们瞎喷，我娘
等着我回去晒衣裳。哎，哟，二大，哎呦，我说二大，你家这个金丝糕、蜜三刀，这做的这个真好啊，这满大街都闻得着又香又甜的气味啊。吃的好就中啊。二大，哎，最近外面可传着邪乎的，说您那天杀了个匪首，这事儿有没有啊？当然有了，我把匪肉啊都卖给水煎包包子铺，是吧？你啥时候吃水煎包的时候留点神，别吃出匪爪匪毛来。爷，葡萄，二大，瞧你家那个儿媳妇，我怎么看？怎么都低得上十个我那个不中用的桃名儿，败家精。哎，二大啊，这已经快到年底了，有几家赊的账到现在还收不回来。我说谢账房啊，咱这面子太薄了吧，还不如草纸，谁都不得罪。哎，有的账，你拖个个把年都收不上来。哎呀，这史赖子是太赖了，年头他还剃了一次壮丁，赚了个100块钱。是啊，哎呀，他硬说是没钱，说急了他要扒裤子，就他那破衣兰衫一枚大子都不值，你说这咋整啊？你说，哎呀，真是好个脑丝儿，逮着他呀，看我不扒他皮。骨头蹄子，你不打你不成活呀！你，你不娘，娘别打了，骨头不是故意的。娘，娘，停！你跑你跑，别打！给我站住，跪下，给我跪下，听见没有？你还敢糟践我的袄子？你反了！你想做反了你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我今天一下给你整全乎了。娘别打，再打不能跑了。娘，你说，你服不服？不服是吧？娘，娘，我告诉你，我叫你吃够了棒子，滚了娘的蛋！骨头，装死，装死！骨头，啊，血，血，血！弄啥？打错你了。带着儿媳妇儿比婆婆还难伺候，还没圆房呢，这就敢撒开野了。以后弄不好就跟那邻家那个陶敏似的，比她还难管教，那棒子不定打折多少根儿。哎，仇家找上门来了吧？少扯那二蛋事儿，就没这出了。你这是干啥？我又没咋地你，跑我家来吓唬谁啊？赖子，把欠我爹的钱还了。你快点把钱拿出来，我爹等着我回家吃饭嘞。在这趴着，小屁娘们，敢跟我来要账，钱全还赖婆子家黑锅了，哪有钱还你啊？没见着吃白的喝凉水的吗？闺女，你饿了吧？
老饿嘞。那就下来喝碗汤吧。我爹说吃人嘴短，账就要不回来了。不就欠你爹二斤灯油钱吗？一家欠二斤，我家连汤都喝不上了。爹，都找遍了，没有。没有啊，那能上哪儿去呢？河滩上的炉棚找了吗？炉棚都拆得没影了，人全没了。哎呦，这家伙，这真是个野物啊！我说是吧，黄水边上就没有好货。娘，你还有理了，打人根本就是不对的。要是我和铁脑被别人打了，你能罢休吗？人家的闺女就不是人了。去上了个茅房。我要撒尿，你走开点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当你面尿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想要钱肯定是没有，我这浑身的值钱的家当全在这身上了。葡萄，你一个大姑娘要是不嫌弃。我现在就脱这个衣服还给你，中不中？啊！我脱了啊！我真脱了啊！你走不走？我呗，没钱衣服也中。哎呀，这唱的是哪出啊？爹，那晚还没睡呢。回来了，锅里有吃食，趁热吃吧。这史赖子家欠的钱，你是咋收回来的？他耍赖把衣裤扒了，我要点火烧了，他没辙就还我钱哩。趁热吃吧。